Thank you.
利路亚，亲爱家人们，主日平安，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早上，我要邀请大家将你哋嘅焦点，在你哋嘅环境中转移到天上，将你哋嘅焦点从银幕前转移到神嘅宝座上。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地知道，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主，祂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必不致动摇，也不需要害怕。 Amen。 耶和华罗儿是我们的好牧者，祂供应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必不致缺乏。 Amen。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四围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我们靠着我们的耶和华必全然的得胜。哈利路亚。在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位尊贵全能神。是吗？我们要呼求你伸出你温柔的手牵住我们，从你的会幕
一步一步地进入你的至圣所。我们要向你献祭，要献上馨香之祭。我们的献祭要陈列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讨主你的欢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同谁的身影。
哋要高唱哈利路亚，嚟敬拜弥赛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Thank you.
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你的儿女，我们要有信心站立在你的面前，仰起我们的面向着你，看着你。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单单要看着你。主啊，我们单单要看着你，我们会得到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献给你。虽然我们不配，但是神，你依然的接纳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这么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多谢敬拜组的弟兄姊妹、 Media Team 团队、线上的牧师们、弟兄姊妹、新朋友，大家好，大家早晨。首先我报告的是，在9月20日星期一早上9点，同样的都有、分享见证。接下来是祈祷学堂，在这个9月20日星期一晚上8点，同样都有线上的祈祷课程。接下来是每个星期五线上的祈祷会，在9月24日、晚上8点，鼓励弟兄姊妹踊跃参与。接下来是报告的下个星期日下午2点，有儿童主日学线上聚会。我的报告是到此，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者吕良福牧师分享神的话语。多谢大家。弟兄姊妹早晨，主你平安。好高兴今天我们又回到线上，一起的来到打开神的话语，一起来到学习。我们首先的来先做一个祈祷。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主在这个线上的崇拜里面，主啊，我们来到祈祷，愿神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圣经里面的信息，来到再一次的光照我们，与我们的心说话，叫我们哪处做得不好的、不对的，或者是不够的，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加能力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调整我们自己，活出上帝你自己所合心意的人。感谢赞美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 Amen。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打开圣经的约伯记，我们要看一个题目，就是苦难中的约伯。经文记载在约伯记第42章第5节，一个很经典的经文里面记载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从前风闻有你，这个是约伯承认自己过往在神的认知的里面是几咁嘅有限。现在，现在是讲咩呢？现在约伯的意思就是讲，现在是经过苦难之后的自己，对神有更多、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今天要透过约伯记去看这个
苦难中的约伯。约伯所受的苦难，弟兄姊妹，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忍受的。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在这个苦难里面。那么圣经记载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凡事正直，远离恶事。他是一个属灵的，我立一个属灵的一个完全人，一个完全的榜样在那里。但是当我们再去用一个最简单的意思来到解释的来讲，就是如果是今日读书的人的考试来讲，对约伯来讲，没九十分都有一百分，哎 sorry， 没一百分都有九十分。但是虽然他是凡事正直，远离恶事，但是他的圣经记载约伯却遭遇比一般人更大的痛苦和苦难。他失去了仔女所有的财富，在一夜之间的。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约伯是敬畏神的人。约伯是一位良善正直，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的人。约伯的品行端正，无可指责，去树立一个属灵的榜样的完全人。以及约伯在一章第八节的时候，耶和华亲自的来到称赞约伯。圣经讲什么？耶和华上帝称赞约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开始的圣经里面的时候，讲到约伯是受上帝的赐福，他有十个仔女，七个仔，三个女，仆人、牛羊、骆驼、家禽都甚多。在以东的这个乌斯地里面，是属一个富甲一方的财主。咁约伯同佢家人嘅生活，当然因为约伯嘅财富咧，带俾佢同佢哋嘅家人上下咧，过住一个安枕无忧嘅生活，啊，舒适安枕无忧嘅生活。响我哋更简单嘅今日嘅言语去讲嘅时候，应该系坐定定啊，有钱剩。但系呢一切我哋所睇嘅约伯嘅呢一个嘅咁嘅安枕无忧嘅生活嘅里边，反映出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里面都很想得到的这个安乐生活。圣经记载约伯的子女和睦相处，常常设宴，互相往来，日子过得非常愉快，或者说日子过得十分愉快。有一幅图画就好像形成了一个共聚天伦，共聚天伦，合家欢乐的一个画面浮现在我们的这个思想里面。圣经都说约伯是敬畏神的人。约伯很害怕得罪神，他害怕在无意中的时候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是保持事事警醒的，为自己为家人来到献上赎罪祭。圣经给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全人。但是苦难突然间的临到约伯。有一天有一个仆人在灾难中逃脱的，来到向约伯来到报信。他说天上的火把羊群、牛类、家禽都烧尽了。什么是天上的火呢？讲的是闪电，在狂风击打房屋之余倒塌少年人、侍女、奴仆都遭殃在其中。哎，这个是一个天灾的临到，一个天灾的苦难的临到。还未吧，又有仆人来到向约伯报信，他说有住在阿拉伯半岛的士巴人
加勒底人啊，圣经记载一章十七节，呢班加勒底人咧分三队，意思就系要俾我哋睇到敌人咧数目众多。佢哋把骆驼掳去，见人就杀，仆人报信俾约伯知，你嘅仔女正在长兄家里一同吃饭喝酒嘅时候，同样遭害。哇！这个苦难突然的来到，这个苦难毫无预备中的就来到，临到约伯身上。我们会第一件事的反应是什么？那我们会问，诶，约伯不是敬畏神的吗？约伯不是凡事正直的吗？远离恶事的吗？为什么苦难会临到约伯呢？咁啊咧，我哋要睇，跟住我哋睇落去嘅时候咧，仆人向约伯报呢啲咁嘅恶讯嘅时候，约伯嘅反应系点样咧？响一章二十节、廿一节，我读俾弟兄姊妹听。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乜嘢系撕裂外袍剃了头咧？最重要的是要表示的重点，就是约伯伤心欲绝，极度的悲哀，一个无妄之灾的临到，一个灾临的临到，晴天霹雳的突然的意外的发生。约伯他的记载里面伤心欲绝，极度悲哀。接着我们再读的时候看到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苦伏在地上下拜，他没有选择来到埋怨，他没有选择来到在指责里面来到指责那个环境，他没有觉得自己是行在一个很衰运的里面，或者我们今天讲的，他讲的他仍然保持一个伏在地上下拜。在二十一节讲，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这节经文给我们看到，约伯仍然保持一个对主的信心。约伯知道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来到仍然的来到伏在地的来到称颂耶和华。圣经都很清楚跟我们讲，不是因为他藐激心，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普通的100%的一个属性的人，一个自然的人的里面怎可能是没有感情的呢？可以说得岁数无情的呢？怎可能会有没有感觉的？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机器，他不是一个 robot。 那我们要看的时候，在圣经的里面，刚才我们所熟的，为什么约伯会有这样的反应呢？为什么约伯会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究竟这一处在苦难里面，上帝把这个约伯记记载在世世代代的里面，要向我们讲些什么呢？第一个，约伯信心的反应。因为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约伯是一个尊崇神的人，所以约伯虽然他失去了所有的财物，或者说是个财富的里面，他的心态里面，他就是第一点的，他不会以物质来到代替神，他不会以这个约伯不以地上的财富丰盛来到与神相提并论。又或者说，在这个物质的里面，这个约伯不会以这个物质里面的得意失的里面摇动到约伯的信心，取代了神的地位。
更加不会用这个物质来的里面呢，约伯进入一个怀疑神，怀疑神的主权，来到夺取神的自己的荣耀。所以呢，我们这个两点的里面，第一点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约伯的信心第一个反应呢，就是不会以物质来到代替神。那第二点的是什么呢？第二点的，我们看到的第二点的约伯的信心第二个反应是什么？他仍然尊主为大。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说尊主为大，究竟尊主为大最深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是否在这个约伯里面的反应的信心给我们看到，仍然在苦难中仍然保持着尊主为大的心，信服神他自己的主权。虽然在这个苦难的里面，我们相信在这个当其时或者今天我们想看苦难，人人都会经历到苦难，但是约伯给我们看到一样，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苦难临到的时候，他是去怎样回应他自己呢？圣经这一段约翰福音跟我们说，16章33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是耶稣讲的一句说话，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段约翰福音16章33节。约伯的回应尊主伟大是什么呢？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一个有神的人，一个是认识上帝的人，他仍然能够看到，他能够靠着上帝加给给他的力量去过去前面的日子。前面的日子虽然困苦，前面的日子虽然叫人呢很多很不开心，或者是说在个里面很伤痛的里面，但是仍然尊主伟大，他不会抱怨自己的生活，他不抱怨自己的遭遇，更加的呢不会发满腹的牢骚。神啊，你点解？神啊，你点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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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个点解。约伯的回应嘅神第二个，我睇到佢哋嘅信，睇到佢嘅信心咧，佢系绝对相信神系与佢同在嘅。约伯嘅生命仍然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呢度同我哋讲一样嘢，亦都系用俾一啲嘅信徒我哋去反省一样嘢。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抱怨，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否仍然有神，有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置，天天加力量给我们，加能力给我们，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去前进，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一步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不单止是这样，一个有神的人，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在苦难中的反应，仍然可以活出荣耀主的见证。所以在哈巴谷书3章17至18节这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天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哈巴谷先知说什么？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主，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姊妹，这个第二点啊，真的要让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也就是提醒的所有的信徒，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突如其来的一种，所以我们进入一个苦难的状况里面，是否我们学习好像约伯这样，不在物质的里面定来到夺取或者是移动要动我们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第二点跟我们说，是否我们仍然在苦难中
用信心支取神的能力，支取神的力量，继续去前进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第二点的第二个重点里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在约伯遭遇苦难之后，在经文二章七到十节那里记载，我讲给大家听，读给大家听。七节这样说，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生满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身体。他的祭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太太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来到犯罪。我们要看到重点的里面的时候，约伯的太太出现，约伯的太太出现，和约伯交谈当中的就看到约伯妻子的有一种对神的一种错误的观点。这个错误的观点是什么？是说，约伯啊，你既然这么对神保持他的这个教义里面这么纯正，但是呢你所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现在你看，你失去你的财富不得止，你失去你的健康，你从头到脚都生满毒疮。圣经表示给我们看，是用瓦片来到这个刮身体，是什么？在极其痛苦的里面，约伯落入一个极其痛苦的里面，无言可议论的里面，无人可以明白的里面。但是太太的出现，太太的出现，她说什么？太太的可以通过太太的交谈当中看到约伯的妻子对这个信仰呢，不够完全的地方。约伯的妻子信神，他又带着一个交易式的信仰。什么是交易式？他说，你仍然持守你自己纯正吗？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说话。约伯你很爱神啊，约伯你常日献祭啊，你凡事正直啊，你远离恶事啊，又点？神没特别顾念你吧，你咪一样遭遇咁嘅苦难，你咪又一样咁嘅遭遇嘅苦难。呢度要提醒我哋信徒一样嘢，好多时候喺我哋嘅信仰嘅里，我哋都有时会走入约伯妻子嘅同神嗰个交易式嘅信仰嘅里边。我哋信神啊，我哋爱神啊，我哋遵守佢嘅律例啊，神应该特别顾念我噶，神应该特别赐福俾我嘅啱噶。如果上帝是要赐福那个外邦人一百的，应该赐福我一千。为什么？因为神我爱你，我有奉献，我有宣教，我有回教会敬拜，我有读经，我有传福音。上帝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更多？上帝，我所做的一切里面，在我们今天这个病毒里面，是否我都会脱离一切的困苦呢？你是不是要用你的大能特别的纪念我呢？我不应该遭受到跟人一样的那个遭遇，因为神啊，我付出很多。这个是什么？这个讲的就是一个交易式，跟上帝交易，忘记了在我们的敬拜读经的里面，在我基督徒生命的里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我们要去亲近神，是为了我们要更去认识神。我们的宣教全福音里面，我们回应的是什么呢？那个最终的重点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去回应神的使命。这个是神的吩咐吗？我们的奉献是因为我们爱教会，是因为我们一个的基督徒的一个的责任，我们去奉献，而不是好像约伯的妻子那样成为一个的交易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客观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这个约伯妻子的出现，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是来到跟约伯理论，用一个理论的方式，约伯，为什么你还是信神呢？为什么你还要接受这个纯真呢？喂，看你在你的生命中经历不到神，开始是一个很好和睦的一个理论里面，个妻子约伯妻子过后呢，理论约伯的妻子都顶不顺了，你弃掉神吧，你死去吧。哇，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结论。但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约伯妻子的弱点是什么？可以来到跟约伯理论的时候是用开什么？是用开自己的理性。这个理性是怎样而得着的呢？我们知道理性，人的理性是从我们的生活、长大、环境、过程中得到的知识、经历、累积所得到的，在我们里面理性的里面作为我们的结论。所以约伯的妻子用理论方式的很理性的去来到跟约伯来到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忘记一样东西，当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当我们不明白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论断神，我们不要去猜疑神，因为神往往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我们是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是几咁有限的里面，我们的理性是不可以完全去明白这位无限的上帝，因为人的理性是咁有限的。如果我们每一样东西都要用理性去想通，完全明白想通上帝的作为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去到神那个位置了。所以圣经跟我们说，在神的作为里面有时会成为一个奥秘。什么是奥秘？奥秘就是你和我用理性没办法解释的东西，一个奥秘。但是在这个奥秘里面，我们是不能够明白，但是神都有恩典，神很恩典的，透过造的万物里面，透过神的创造里面，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创造里面背后里面仍然有一位掌权着的神。所以这个约伯的妻子的理论和约伯的理论去靠的是自己的理性。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会有时会这样的，有时我们想用很理性的去明白上帝的作为，我们很想用理性的去完全明白。弟兄姐妹，我们要承认一样东西，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的人，上帝才是那位无限的上帝。所以我们仍然在苦难中里面要用信心的继续的来到仰望我们的上帝。当然约伯百分百的是一个人，约伯从他的太太的这个的理论过后，而都是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他的朋友 的来到的时候，从他理论的时候，约伯都进入过这个怀疑的里面。因为约伯在他怀疑的里面，同样的他都会犯他太太所犯的错误，他想教导这位的神怎样去做，他取代他神的地位，他想去改变神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到一样的？常常经历一些不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去改变神的意思。有没有想到上帝是在这个苦难里面来到改变我们呢？在上帝的主权里面，不是叫我们去改变神，而是神来到改变我们，因为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所以在苦难的里面，我们仍然信靠神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的日子顺的时候，日子很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信靠神的，我们是信耶稣的，
苦难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将我们的上帝来到请走去呢？哎，苦难上帝不是你的，上帝是没有的。如果是在苦难里面，就上帝不在了，上帝不会在苦难和我们同在的。真是的，我们这个是属于无知，因为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为的里面，在苦难的发生的里面，我们仍然要来到仰望倚靠我们的神，不要在这个苦难中来到离弃神，不要在这个苦难中来到成为一个背道而行的人。这个我们很重要的。当然在约伯的咒诅里面，我们在第三章那里看到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圣经说究竟是什么叫做咒诅自己的生日呢？在三章一节，在第二节说，愿我生的那日和怀了男胎的那夜，所有怀了男胎的人都灭没了。其实在他心中已经是进入一个的开始，进入一个苦毒的里面。他说什么？神啊，你做我做什么？你是有创造的大能的嘛，你有全知的嘛，你明知道这个苦难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你还要做我呢？为什么你要创造我来到这个世上呢？在我妈妈的母腹生我出来呢？早早我就不要来到这个世上了。其实他是在指责上帝，你的创造里面有错误，你的创造里面不是全知，你不是全能，是吧弟兄姊妹？一时我们看到今天用一个疫情的反应来看的时候，神啊，你不知道这个病毒会临到这个世代的吗？为什么你还要做我们呢？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入你这里受苦呢？上帝啊，在阿富汗的里面，这么多人因着这个战争，这个叛乱的里面呢，死几多人啊？他们在那里呼喊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啊？上帝你有没有听见啊？上帝你是不是应该在你的创造计划的开始里面就不应该有人的存在呢？或者说神啊，你是不应该有这个创造的计划呢？你带给的是人更多的苦难。这个是约伯咒诅的时候，因为约伯里面所说出来反映出的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所以呢弟兄姊妹，回到我们所说的，我们仍然要相信我们的神，靠着我们的神，我们相信在他的里面有他自己的蓝图，在他的创造的里面有他自己的计划，在他自己的创造里面有他的旨意在里头。我们不要成为约伯的，提醒我们不要入到约伯的错误的里面。当然耶和华是一个爱人的神，他都很爱约伯，他没有来到即刻的就来到这个审判约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第38章里面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到什么呢？耶和华上帝用怜悯的言语同时回复这个约伯，跟约伯讲什么呢？在38章的时候一节二节就跟他说，约伯约伯，为什么你觉得我是一个愚昧的神呢？难道你怀疑我在我的智慧里面？难道你怀疑我不够完全？继续在4节5节6节的里面，我读给大家听。4节5节6节，上帝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约伯你在哪说呢？你若有聪明你即管说。他当然不是责备，这个时候是要直接上帝要跟约伯说的说话，让他去思想他现在的人生。第五节说，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呢？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呢？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呢？谁去定那个位置的？谁去定那个宇宙的？约伯啊，你好好的去想想，上帝的大能里面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明白我了。我们相信绝对不可以，因为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计划有自己的蓝图，里面去的时间绝对不会错误的。在上帝的带领里，每一步里面都有他自己的旨意，每一秒的里面都有神的自己的意思在当中。所以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在约伯的时候，38章25节26节27节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记载。上帝回应约伯说，谁为雨水分道呢？谁为雷电开路呢？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又使旷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呢？青草得以发生呢？上帝同约伯讲，唔好以自己嘅有限成为自己嘅中心点。你要认知上帝，你认知上帝嘅里边，仍然相信无限嘅上帝，自有永有嘅神，佢带领嘅里边系依然有佢嘅权能在当中。当然，我哋传道师刚才我所有读嘅。我有讲的就是说，神造万物，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就是奥秘。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所以圣经经常跟我们讲，不要信得糊里糊涂。虽然在一个奥秘里面，绝对不要从圣经里面跟我们有一个对抗的意思，就是说，牧师啊，你不是经常叫我们信得明明确确，不要糊里糊涂的吗？当然，在我们的有限里面，在我们的地上里面，不可以去解释的时候，上帝仍然透过他的智慧在创造的里面，就好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讲给我们听，虽然造天地以来，我们没有参与的份，我们都没有当中来到有什么的贡献，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明白到上帝的存在，我们可以晓得这个是叫人无可推诿的事。最后的我引用的经文是在40章1节和2节，耶和华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狡辩呢？你可以回答这些吗？这个是要提醒约伯，也都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在这个苦难里面，我们仍然未去明白，未去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钻牛角尖，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人性去争辩，去争论的，我们仍然用好像约伯的信心来到，仍然仰望神，仍然等候神，千祈不要成为约伯的妇人，成为一个愚昧人。愚昧人的里面，或者是说愚昧人的里面，我们小组最后的这个课程的里面，课程的里面，千祈不要成为一个愚昧人。在这个愚昧人的里面，我有一个特别的体验，有时我们都会在愚昧人的里面带出一个挑剔，我们很挑剔，我们挑剔神的作为，神啊你做得不对，神啊你做得不够，神啊你应该这样，神啊你应该这样，神啊你不要，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愚昧人。约伯在这个很经典最后的42章约伯记那里说，约伯回答上帝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约伯懊悔，约伯承认他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解释的里面是不能够明白的。神啊，这些事在苦难的里面仍然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中、炉灰中懊悔，
約伯明白了一個嘅真理，約伯睇到一個嘅重點，喺佢自己嘅苦難嘅背後，係睇到神仍然有佢自己嘅旨意裏邊。因此，我哋要再一次嘅睇翻轉頭嘅時候，我哋真係要學習喺呢一個嘅疫情病毒嘅裏邊，可以嚟到信靠我哋嘅神，唔好將睇見苦難嘅發生，唔好睇到病毒嘅存在，大過我哋呢一位口中我哋所稱嘅上帝。唔好忘記苦難病毒嘅背後，仲有一個坐在寶座上嘅神。約伯知道一件事咗，唔係睇見苦難掌控著自己約伯嘅一切，而係上帝響掌握著，仍然掌握著約伯嘅全部。感謝神，所以鼓勵弟兄姊妹，呢個疫情已經係延續咗好耐嘅時間。我相信弟兄姊妹，我哋都在祈禱中。我哋相信全世界嘅人遭遇裏邊都有好多基督徒為呢個事情而祈禱。我哋千祈唔好落入惡者嘅呢個詭計嘅裏邊，去懷疑上帝，去嚟到背棄上帝，嚟到背道而行，放棄我哋呢個純正嘅信仰。我哋仍然相信，相信上帝喺呢個疫情嘅裏邊，仍然有佢自己嘅作為，仍然有自己神嘅意思喺當中。因為神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神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弟兄姊妹，我哋做一個嘅祈禱，讚美我哋嘅神。主要在你的话语中，愿你自己个别的来到提醒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中，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进入一些的工作的困难里面，经济的难题里面，生意可能会导致真的会失败，但是我们仍然不将这一切所遭遇的来到与神你自己的地位来到相提并论，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主的掌权的里面。其实我们仍然相信约伯的结局，约伯的结局就是神你仍然要带领约伯，赐福约伯。这个我们未见未知的，我们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都愿意的用我们的信心去领受。感謝讚美，恭敬交託我們的每一日，願神帶領我們，賜福我們，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來求，阿門。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
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大地大地的干净，他让云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